52岁农民工为了几块钱的加班费，不慎被长达一米的钢筋从下体贯穿。可当从医多年的医生看到男人的伤势之后，也不禁感到屁股一紧。哎呀，这人肯定不行了。哇，这创伤面太大了。男人名叫刘东风，当他被送往医院已经昏迷多时，鲜血沿着钢筋不断涌出，而工地的负责人已经跑路了，身边只有工友陪伴在男人身边。医护人员立马对他进行紧急抢救，可看着男人屁股上面长达一米的钢筋，医生也不知该如何下手。倘若处理不慎，就会造成身体大出血，甚至可能导致患者一命呜呼。这样的情况也急坏了在场的医护人员，他们立马呼叫骨科医生和外科医生赶到现场会诊。可看着男人严重的伤势，外科医生也表示束手无策，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男人。随即他们呼叫消防队员来接钢筋，否则男人无法进入 CT 检查室。可难题再一次摆在了眼前，因为截断钢筋必然会导致钢筋抖动，很有可能会对男人体内造成二次伤害，而现场并没有人能够亲自做手术，现场突然变得沉默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主刀医生一锤定音，表示病人的性命要紧。随着钢筋的断落声，刘东峰也陷入了昏迷当中，医生立马将他送往 CT 室检查。发现啊，他这个不行，等会儿，他这个钢筋在肚子里。由于钢筋已经在腹腔里，一旦随意的碰动，很有可能会导致腹腔大出血。等会儿，这还有绳子呢，手不要碰到，碰骨头，屁股骨头，碰骨头啊。一切准备就绪之后，在场的所有人屏气凝神，等到这仪器上面的检查结果。可等到结果出来之后，医护人员都陷入了沉默当中，男人的身体几乎没有生存的希望了，就连经验丰富的主刀医生也不敢做出保证。大概什么肠子破，但是不可知的，开进去把这个管子一拔，人出大出血死亡可能性也有的啊。台上死亡的可能性有的，我一定要告诉你讲的这个话。匆忙赶来的家属听见如此噩耗，二话不说在手术单上签下了字，因为他们明白手术是唯一能够救男人的办法。很快刘东峰就被医生推进到了手术室里，这场史无前例的生死手术即将开始。医护人员打起十二分精神，他们要为刘东峰的生命保驾护航。主刀医生慢慢划开男人的肚子，小心翼翼地挪动钢筋的位置，这根长达一米的针胸终于从男人的身体解放出来，手术顺利完成，男人的生命体征也在医护人员的照料下慢慢好转起来。在此我们感谢这些医护人员的帮助，在没有人签字的情况下直接做手术，这才是真正的天使。27岁农民工为了几块钱的加班费，不慎被十斤重的瓷砖砸在头部，刚送到医院时丈夫就传来撕心裂肺的惨叫。下肢嘛，现在有青瘫，没关系，不用管，好吧？手脚以后一点都不能动。可当妻子得知丈夫即将面临身体瘫痪时，她却陷入到了犹豫当中。但是开刀是解决骨折的问题，但是不解决他这个瘫的问题，是解决不了的。医生的一句话对妻子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，在外打工的夫妻二人无依无靠，而如今只有妻子独自承受着痛苦。看着丈夫生命垂危，妻子强忍着泪水不敢做出任何决定，只能将决定权交给老家的婆婆。妈妈，这都错事了，意思说不懂的，你反正几杯也谈的，都几杯也谈的，我胆小的都不会了，你听话说的。与此同时，丈夫躺在病床上依旧昏迷不醒，而工地负责人早都跑路了，工友们也一个人都没有来，这好似万重山一般的责任只能由他瘦弱的肩膀来扛起。很快丈夫就被医生推到了 CT 室进行检查，在门外等待的一分一秒都是煎熬。可当男人被推出 CT 室，头上流出的血迹早已连成了一条线。我听见喊血啊！当时看到自己的男人血一直在流，心里当时是什么感觉？疼呀，那个手就好像疼在自己心里面。医生见状，立刻眉头紧皱，意识到再不进行手术，男人迟早会出现大事。而妻子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，她只能全力配合着医生的检查和流程，祈祷丈夫能够挺过去。妻子穿梭在医院大大小小的走廊里，虽然她一刻也没有停止自己的脚步，但她的大脑仍旧一片空白，她就像一个机器人一样，医生让做什么检查她就去做什么，抽血、化验、拿药全部都是她独自一人完成。当医生再次把丈夫推进检查室时，妻子忍不住在门外崩溃大哭，脑海中浮现的都是和丈夫在一起的点点滴滴。
不管多爱你都无能为力。这巨大的无奈让妻子痛哭不止。等到丈夫再次被推进抢救室之后，妻子又开始奔波在医院大大小小的角落。此刻她手中拿的不是缴费单，而是丈夫的生命。做完这一切之后，医生与她商量着手术方案，而此刻丈夫的惨叫声响彻整个病房。下肢吗？现在有轻瘫。哎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不用管不用管，好吧，手脚以后一点都不行。妻子来不及听医生多说什么，一把夺过笔在手术单上签下了字。此刻她只想让丈夫抓紧做手术。在丈夫被推往手术室中，妻子脑子一片空白，再次蹲在地上大哭起来。本来生活就不容易，如果丈夫再瘫痪在床，她和孩子不知道该如何继续生活下去。幸运的是，丈夫的手术顺利成功，术后的恢复情况也比较好，之前所担心偏瘫的症状也全部消失不见了。如果世界上真的有奇迹，那一定是最爱你的人。30岁农民工被老板砸断手掌，可老板非但不让他去医院，甚至就连医生也表示先缴费才能做手术。去付费，付完费，付费从哪付？付费就在挂号旁边。眼看拖下去手掌就要被截肢，农民工含泪躺在病床上，对着镜头说出令无数国人破防的话。眼前的农民工名叫邹志友。事发当天，老板让他帮忙压一下千斤顶，可谁知老板却突然松手，导致千斤顶狠狠地砸扁了邹志友的手掌。一时间惨叫声响彻整个工地，可老板却不愿意负责，让工人们阻拦他去医院治疗，自己却跑路了。好在有几名好心的工友帮他解围，立马带他去往当地医院进行抢救。此时距离受伤已经有5个小时了，当医生看到男人的伤势，发现整个手已经完全变形，甚至还能看到带血的白骨裸露在外。这样的伤势让医生非常担心，可男人的表情异常淡定，似乎已经见惯了大场面，但手掌的抖动却告诉我们男人也在强撑着自己的身体。随后男人请求医生无论如何也要保住自己的手掌，因为他是家中的顶梁柱，一整个家庭都需要靠自己来养活。可医生却称不要抱太大的希望。所以这个手啊，以后肯定是没有之前这么灵活了，力气也没有这么大了，懂吗？但是这些坏掉的东西不拿掉，以后就找细心了。随即医生立马将他送往抢救室进行治疗。疼到几乎昏厥的男人反复请求医生保住自己的手，而医护人员也只能慢慢安抚他的情绪，并尽快安排手术。可男人的忍耐度似乎到达了极限。杀人呀！人呀！人呀！杀人！已经非常虚弱的男人再也忍受不住伤口带来的痛苦，可为了止血，医生不能停下来。再次给他包扎的时候，这个病人各项情况稳定，但是对疼痛的忍耐似乎到了极限。另外出血量过大也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，我们也是非常焦急。在做完止血之后，男人本以为自己会被推进手术室，可谁知却是被推回到了病房。医生表示手术室里的病人太多，暂时没有帮你排上号。男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几乎陷入到了绝望当中，他担心自己的手会保不住。而医生看到这一幕之后脸上也布满了焦急。我们手术室等待手术的病人非常多，那么这些患者也都是急诊的患者，因为他是一个当时来说最危险的一个患者，所以我们抢救室的全体医生护士都非常着急，我们想尽各种的办法来帮他协调，让他早一点得到一个手术的根治性的治疗。好在没过多久，手术室那边通知男人可以立即进行手术。随后男人被推往到了手术室里，在场所有的医护人员打起了12分精神，他们即将要为男人的生命保驾护航，还要保住这双支撑整个家庭的手掌。经过4个小时的手术之后，男人的手掌成功缝合，虽然手掌无法达到受伤前的状态，但丝毫不影响他为这个家庭撑起一片天。